怎么说呢，这个为社会分忧，为国家分忧啊。因为什么呀，甭管怎么，我是当兵出身，也是党员。您啊，啊，当兵哈，啊，当兵啊，啊，我那次不也跟您说过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当兵啊，而且几十年党龄，真是。现在目前就这种怎么说呢，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公啊，或者社会的乱象啊，啊，说起出来，有时候咱也真气不公。啊，但是咱又左右不了，真是。为什么说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，在天坛公园呢遇见了这位北京老哥。老大哥呢当过兵，又是党员，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呢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说得非常好，让我们具体听听老大哥是怎么说的吧。你比方说啊，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啊，是吧，说老百姓有夙愿，对，是吧，有诉求，是吧，你要打相关部门的电话，嗯，怎么说呢，他也不是推诿，他给你接了，接也接也接啊，接完之后啊，他给你转回去，转回原处去了就。你说这问题能得到解决吗？哦，能得到解决吗？您这么说，您自己孩子能打吗？真是，解决不了。您肯定不打，解决不了。这是一个。再有，你比如说啊，啊，还有一些就是现在这个惩治腐败，对，你惩治腐败这是好事啊，好事儿。是不是，嗯，这是老百姓跑得真快的事儿，啊，对，是不是，大张旗鼓你得宣扬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，官员腐败啊，什么地方腐败吧，嗯，医疗腐败吧，什么各种腐败吧，是，这是种社会乱象，对，是吧，中央也是叫调查组下沉，没错，派调查组下沉，对，是吧，他积极展开积极工作，这东西是正义的，啊，是不是，对啊，你作为主媒体或新闻媒体，嗯，你得报道，对，是不是，啊，这正义之声啊，对，也是老百姓的期盼啊，没错没错，是不是啊，这欢欣鼓舞的事儿，那为什么不报道啊，这个有必要捂着盖子吗？对，没有必要，我觉得这应该就得大张旗鼓，哎，就得鼓励，就得弘扬，嗯，为什么呢，你比如说啊，现在就是让教授组都成了幕后英雄了啊，是吧，对对对，他不敢报身份，或者这个不联系地方啊，不联系某单位啊，或者等等一系列啊，啊，直接的去查，这个其实也对啊，这思路也对啊，是吧，就不给你准备时间，对，是吧，应付政府啊，或应付相关部门来查，没错，是不是啊，哎，防止作假，是吧，这也对，嗯，但是咱说一说相关的政府的这个下属的这个新闻媒体，嗯，哎，还有社会的一些这个杂志啊，报社呀，啊，应该可以正当的宣传，多宣传应该，啊，多宣传，嗯，多鼓励，对，同时呢，这个一个是也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啊，是吧，再一个也是对这个社会呢，特别是一些腐败分子的一种震慑，真是和提醒啊，哎，这是一个。还有比方说啊，啊，这个有些单位，嗯，有些单位，那就说政府部门了啊，嗯，哎，是谁我就不用说，因为这东西怎么说呢，咱不能说普遍存在，明白，存在说白了就是皮特了啊，见怪不怪了啊，觉得这么多对，不务实，不务实啊，不为怎么说呢，百姓所反映的一些相关的嗯，急迫的啊，是吧，或者一些这个及时纠正的一些现象，对，哎，怎么说呢，也可能人家水平高啊，嘿，哎，人家会说啊，会解释啊，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啊，是吧，会说会解释，但是这东西你再会说再会解释，嗯，你掩盖不了事实啊，你掩盖不了现实啊，哎，是吧，百姓社会，是吧，这不是瞎子呀，啊，他也不是没文化，也不是文盲啊，啊，对，所以说我就建议呼吁啊，啊，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，哎，媒体，嗯，哎，反正谁的孩子谁爸，哎，谁的孩子谁管，哎，对，是不是啊，那你的孩子你不教育你不管，就是啊，你不栽培啊，是不是啊，没错，嗯，你既然要希望孩子好，你必须就得管，说句实在的，他觉得怎么说呢，反正我这个办法是铁的，嗯，
是吧？我干与不干，干多干少，可你逮着擦边球。但是要擦边球，或者说就是走这个钢丝的话啊，可里可外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往里，非要往外呢？对，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百姓所期盼的这个公平啊、公正啊、公开啊、务实啊，哎，还有这个为百姓做实事，真是，这是一个。再说了，说你这些官员吃铁饭碗的。对吧？你不是全能，对，你也生的活在这社会上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说白了，你脱了这身衣服，你回到家，嗯，你还得走向社会，没错，深入社会，哎，是不是啊？生活在社会，反过来说，人家要刁难你，你怎么想、啊？不是，对，你怎么想？你责备不不责备？啊，你骂不骂？真是，这是一个，而且就是说。百姓的这个心愿心声，他不归功于你个人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他是归功于什么呀？社会，这样不就是给咱们社会的这个发展啊、协调啊、这个稳定啊，嗯，哎，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。真是，哎，所以就说呢，咱也是闲聊天啊，啊，咱们说深咱也说不了啊。您说的太好了，不是、说重了，咱说了又得罪人啊。对，咱不想得罪人，人咱就说白了，咱本着实事求是，就实事求是，是不是？嗯，谁心里做的事，嗯，对与不对，他自己应该很清楚。哎，应该感到心虚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嗯、或者应该什么呀？积极纠正，对，是吧？积极修改，积极建立健全，嗯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。再一个，作为一个相关部门的领导。你必须得完善自己内部的机制，嗯，是吧？你得什么呀？管理呀、啊，学习呀、啊，引导啊，是吧？这个抓这个一些这个纪律啊，对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你不可能不知道啊。嗯，如果你也不知道，说句实在，你就叫懒惰。咱别的不说，说你每天小车坐着啊，但你得生活吧，或者你溜溜公园，或者你坐坐公交，嗯。或者说你走进窗户，对，那你听不到这些杂这也不叫杂音啊，这百姓的呼声吗？应该能听到。和这社会的乱象嘛。对，往往有时候不能说怪百姓，怎么说呢？怨天得道。对，真不能怪啊，因为什么呀？老百姓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。哎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跟刚才我说那事了。打电话接了啊，又转回来。哎，又转回来，你这问题能解决吗？能解决吗？是吧？对，一个是什么叫？纪检、监察，还有这个督察等等一系列的啊，对，那些部门干嘛的？所谓的督察、检察、监察，那、你刚才查到底的追踪啊，啊、是不是？你的落实情况，对，你得有去有回啊，你不跟踪，哎，光反应，问题又反馈回去了，那等于说这块给你架空了，没错，是不是？那等于说给您的工作架空了，那您是悠哉悠哉。嗯，那您为谁服务啊？真是，所以就是说什么呀？一个是深入，一个要现实，嗯，是吧？做领导一定要深入现实，再一个说为百姓做主。哎，这是最主要的，是不是啊？没错。哎，您以前是不是？您以前是干什么的？当过领导吧？您？反正也干过，是吧？也干过。咱说句实在的啊，对这个社会怎么说呢？我发自内心的啊，呼吁。呼吁哈，一定一定要改变现在的这个工作作风。好，说白了，为什么要改变？嗯，咱作为老百姓，咱是忧国忧民。嗯，你看啊，这个社会也好，公交也好，还有一些这个走亲访友，包括购物等等一系列吧，出行过程当中，对，你总会听到，哎，聊聊就聊到这社会。对，他不是怎么说呢？骂这社会，也不是谴责社会。嗯。这是为社会发声，呼吁相关部门，没错，是吧？来解决目前这个社会和相关部门的一些乱象，对，来完善和促进他们的工作。哎，咱说白了，嗯，国家花这么大财力物力，嗯，来培养你们，对呀，是不是？嗯，来养着你们，嗯，是吧？为什么这种现象还是频繁发生呢？说白了。就是有些领导人态度不端正，真是，是吧？嗯，懒政，这个高高在上，哎，不为百姓服务，所导致了，嗯、哎，为什么？上不下嘴呀？啊，你这样的我也来呀、啊，反正他们你说不着我，你还在我手里转呢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嗯，哎，
所以说上行下随，嗯，这东西就是什么影响团队，是，在影响团队的同时等于影响社会，哎，那么影响社会的同时，哎，那么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怨声载道，对，所以他不是怨声载道，他是呼吁啊，嗯，但是中央的政策呀都没错，这个倡导一点错没有，都是底下，全为百姓，全为百姓服务啊，关键就在执行落实，嗯，还有这个怎么说呢，在解决呀，在现实面前啊，哎，现实生活当中，嗯，不作为所产生，好，所造成，没错没错，这些负面影响，嗯，行，说的真好，谢谢您，哎，好啊，咱们说白了，嗯，也闲聊。你看老大哥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应该代表广大百姓的心声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